羊肉给它改刀切成大块，放入大碗中，来一勺生抽，来一大勺料酒去腥，来一小勺精盐，一勺胡椒粉，再来一勺孜然粉、鸡精，再来两大勺辣椒面，再打入一枚鸡蛋清，再来两大勺淀粉，抓匀腌制20分钟，油温5-6成热，下锅炸。羊肉下锅之后呢，一定要中小火慢炸，咱们给它炸至金黄就可以了。红标主页呢，每天更新一道家常美食，如果有一道菜是你喜欢的，给我留下个双击，感谢大家支持。炸至金黄熟透，控油备用。锅留底油，葱蒜爆香，来少许蚝油炒香下入羊肉、孜然粉、烧烤料，再来点白芝麻，翻拌均匀出锅。美食制作完成，老好吃了。美食教程每天更新，感谢大家支持。